好。说你可以抱抱他，抱抱什么？只是看你可以看我们在拍。对啊，这就是一个。因为我们有去那个什么。我们作为中国，应该不顾这些牺牲。中国公民。哇，漂亮吗？真的假的？吓到！回来找大白天的姑。好，来得及吗？好啊。你赶快走到那里，你先走到那里，然后帮我把背包拿走。你干嘛？还有这个都有。太棒了！太棒了！哎，萌妹，包包小心啊！我跟你讲，这个独家来了，独家来了。
你都没有，你只有加那个，我有加。六颗蛋好多，那个篮子要放上来。嗯、你来人啊？对，他已经开始录，应该开始有他开始录。他说不能太深，不能太对。他们好疼啊！可以吗？你拿起来我帮你拍，耶！我们的蛋都在吧？有吗？我有看到一颗。有没有有这样就可以好好好